下来呢，我们就有请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、原空政文工团相声演员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相声演员韩冰、刘畅两位老师，为我们带来相声《好字漫谈》，掌声有请。此时此刻，我这个心情特别激动，怎么着？我想即兴为大家唱首歌。哦。唱首歌，哎，即兴演唱，唱什么歌呢？就用一首大家特别熟悉的，《最炫民族风》，就这首歌。哦，这首歌，哎，我用它的旋律，嗯，我即兴编词。哦，现编词儿，现编词演唱，这个吃功夫。哦，唱唱咱们这个，唱唱咱们这个河间。哦，唱唱我的心情。哦，那听听怎么样？来一下啊，试试好不好啊？好，大家给我热烈鼓掌。哇，又来了，准备开始。河间的朋友是我的爱，朋友们的热情就像大海，今天我们兴高采烈登上舞台呀，热烈的掌声就响起来。美好的时刻我们唱起来，歌声传遍美丽的天籁，最炫的河间，最炫的风采，我们一起为你喝彩。好，谢谢。编的还真不错，是吧？哎，从观众朋友的掌声里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。嗯，这个问问刘畅老师，怎么着？今天刚才我说的你记住了吗？咱们今天参加的是什么活动？西河大鼓书会的开幕式。记性还真不错，这还能忘了吗？西河大鼓你了解吗？那当然了，这儿就是发源地。发源地。对呀，我老家离这儿都不远。是吗？是啊。哎，我们老家最早也是归沧州。也归沧州，后来划到了德州。哦，还离得还真近，不远。哎，我不过听你这个意思，你对西河大鼓有了解？那从小就听，从小就听啊。那看来这意思还能唱几句喽？啊，有这一能我？哎，大家用掌声咱们挂唧挂唧吧。那哪敢唱啊？哎哎，就到这，正好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好，哎，你给大家来几句，说明你热爱西河大鼓。那我就。啊，班门弄斧学几句，多谦虚，学唱几句，你看多谦虚。谢谢谢谢，观众就喜欢这样。有这么一个小段啊，小段叫两头忙，两头忙，我给学几句。哎，你来。高高山上有两间房，好听吗？谢谢谢谢。哎，好。一件行李，一件行王，有这么两家。离家有一个谁呀？漂亮小伙，帅哥。王家有一个大姑娘啊，美女。这两家门当。忽悠对般配，上上两两就拜了花堂，结婚了。正月里提媒啊，二月里娶，速度够快。三月里生了一个胖儿郎啊，坐火箭的速度啊。四月里会爬啊，五月他就会跑，这成神童了。这个六月里把他送进学堂上学了，七月里提笔啊，能写字。多厉害！八月里吟诗作文章，有才。九月里进京干什么去？去赶考，考试。十月里得了一个状元郎，金榜题名。十一月得了一个脚气啊，小毛病啊，得病了。腊月三十怎么样了？他嗝屁。朝凉啊！谢谢。小段不是学唱。哎，你别说啊啊，风趣幽默，
这是跟这个班门弄斧。哎，我也挺好，挺好的。哎，唱的很有味道。话不过啊，有句老话听过没有？哪句老话？唱的没有说的好听啊！您那意思来了，咱们得好好说，表达一下心情。对呀、啊，那就祝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，怎么样啊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，在今后的每一天里是。精神好，气质好，风度好，人缘好，工作好，学习好，训练好，家庭好，环境好，父母好，妻子好，儿子好，儿媳好，姑娘好，姑爷好，团结好，是关系好。好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还有，祝您各位天天都有好心情，好胃口，好感觉，好收获，好风好雨，好天好地，好的没法说，好好个天长地久，祝您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。好，送上我们真诚的问候，这个祝福，这个问候太好了，是不是？特别是来到了我们沧州，来到了我们的河间啊，这个我觉得河间这个发展变化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只有用这个好字才能充分证明我们今天河间好的地方。哦，必须用好字，必须得用这个好字。你这话有点绝对了。为什么呀？咱们中华文化这个博大精深，那是啊，表达好的意思是多了啊，是不用好，一样能够把河间的变化好的地方说出来。你看你这个跟我有点较劲。什么叫较劲啊？这样吧，嗯，我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咱俩做个小游戏。什么游戏？你不刚才说吗？不说这个好字，就是不用好字，不用好字，用别的内容替代也能把好的意思表达出来。没问题，我这个游戏这就开始了啊！我来问你，你来回答，嗯，五分钟为限。哦，五分钟，五分钟内你要说出好字来，怎么着？惩罚你。惩罚我干嘛？你要请客。那请客，请你吃这个河间驴肉火烧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是我就馋，就馋这口。嗯啊，你要说出来，我说出来的话，哎，那五分钟我要说不出来呢？你要说不出来啊，我吃你一顿驴肉火烧。嗯啊，哎。前后两顿，不是不是那个，我请你吃一顿。哎、要说出来，你请我。我还有一点，我说出好来不算。哦，你说出来不算，因为这个是你提的呀、哦、啊，所以你说出好来就算输了。那就放心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保证不用好字照样能咱把河间的好的地方表现出来。是这话啊？那咱们大伙看看他反应到底有多快。没问题，这就开始，来吧，走着啊。哎呦。刘畅老师、啊、你好啊。啊，我不认识你。不认识我像话吗？那怎么了？你得认识啊。哦，还得认识你。必须得认识。那没问题，再来啊。哎呦，你好啊。 Yes。 外国人呢？那怎么了？说中国话、啊、这中国话啊，别耍赖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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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，再来。嗯。哎呦、啊、你好啊。嗯、还那样。嘿，也不知他以前哪样。咱们这是第一次来到河间。对，你看你一上台、嗯、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是，你得有礼貌 啊, 啊，首先给大家问个安。安。对，安不说好那说就输了啊。对对对，你看咱们这个大古书会啊、嗯、来了很多很多著名的优秀的艺术家。对，那节目演的、嗯、那一个个的简直是太棒。胖，哎，哎，问问你啊，嗯，第一次到河间来，你这个对河间的印象，嗯，好不好？嗯，美，哦，美、哎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啊，我对河间有了解，是不是？就说咱们河间这个琉璃，嗯，那都是艺术精品呢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好看极了。啊，一会儿演完出，我送你几件，好不好？行。他倒实在，你看底下你有你亲戚在底下坐着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行行行，哎，我来到河间啊，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发现，河间这姑娘啊，一个个长得可都亮啊亮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还有一个，你看啊，咱就说啊，嗯嗯，这个来到河间的朋友们啊，来了都不想走，是是不是？对，这地方太迷人，太吸引人了。有一句老话儿，嗯，谁不夸咱河间强？强，对对对，强。不能说那个字儿，哎哎，强就是啊棒，棒就是牛哦，那牛就是顶呱呱，顶呱呱呀，哎，
行行行，还真难不住你啊。那是啊，你看咱们这个河间现在变化这么大，是这儿也好那儿也好，到处都是好的地方，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各级领导们领导的赞，是不是还没说出来，给你们点赞，点赞鼓掌啊，点赞。哎，这个再问你，这个赞就是强啊，这强就是美，这美就是顶呱呱，嘿，又回来了，不能说哪个字儿。哎，我服了你了，怎么着？这么半天，你愣没说出那个字儿来，哪个字儿？那个字儿。哪个呀？那个就是啊，女字边，一个子字儿。哎呀，这字儿不就念？不认识。哎，会写不认识，悬了啊！行了，刘畅老师，我认输了，输了吧？一会儿我请你吃咱们河间的驴肉火烧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谢谢。